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无畏的消防车。哎呦哎呦，不好了！森林里着火了！好可怕呀！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让我去灭火。对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消防车帮忙。哈哈！超级消防车出动！来啦来啦，消防车来啦！大家请让开，它跑得快！哇呜哇呜，消防车灭火，不怕不退缩，任务交给我！我来了！哈哈哈哈！我越来越大了！让我来！超级消防车，注意安全！哈哈哈哈哈！拉响警报，哇呜哇呜，森林着火，噼啪噼啪，大大火苗，不怕不怕，打开水枪，哗啦啦啦，这里这里，冲冲冲，那里那里，哗哗哗，大火大火，灭灭灭，消防车冲啊！拉响警报，哇呜哇呜，云梯向上，升啊升啊，慢慢下滑。看，是超级消防车！消防车，你真是太棒了！着火时请第一时间拨打119哦。你喜欢红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消防车，小机灵出租车。我们要赶不上飞机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们找超级汽车帮忙吧。嗨，你们好呀，我是超级出租车，大家都叫我小机灵，因为我认识城市里所有的路哦。你们也可以叫我河地图。你好，小机灵，我们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需要我的帮忙。对，没错，肯定是需要我的帮忙。大家叫我 taxi， taxi。大家叫我 taxi， taxi。乘客，请上车，你想去哪里？去机场，很着急。乘客，别着急，安全是第一。出租车出动，我穿过大街，又绕过小巷，我是活地图，认识所有路。世界虽然很紧急，出行安全是第一，红灯停下，绿灯行，交通规则要牢记。糟糕，堵车了。大家叫我 taxi，请放心，保证准时到达。前面有电路，你选一条路，开过大吊桥，十分钟就到。直行通过再转弯，学校路段请慢行，高架桥上不能停，十字路口要小心。我是超级出租车，马上到达目的地。到了。小机灵，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及时赶到。我很乐意为你们效劳，要记得我，我是小机灵，认识城市里所有的路。你喜欢粉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出租车，天使救护车。草莓味，芒果味，都好吃。哎呀，我的肚子！
上到。超级救护车，出动！谁来了跑得快？是救护车，快让开！左边的车让让，嗡嗡嗡，右边的车让让，嗡嗡嗡。救护车去哪里？去救人十分着急。左边的车让让，嗡嗡嗡，右边的车让让，嗡嗡嗡。生病受伤不怕不怕，天使救护车马上到达。急救室，哦，幸好及时赶到。哦，别担心，着急救护车来了。谁来了跑得快？是救护车，快让开！左边的车让让，嗡嗡嗡，右边的车让让。十分着急，左边的车让让，嗡嗡嗡，右边的车让让，嗡嗡嗡。生病受伤不怕不怕，天使救护车马上到达。到了，报警灯闪着耀眼的光芒，警笛声嗡嗡响。救护车，谢谢你，你就是我们的天使，看到你们恢复健康我很高兴。你喜欢白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，超级救护车，大力士吊车。郊游喽！哦，小心！怎么有块大石头？这下该怎么办？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和思考，办法只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推，推，推！一二一二要用力，加油加油别放弃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我推不动了，我也没力气了，爸爸妈妈，我有办法。超级大吊车，出动！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嘿哈，长长鼻子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充满了力量，力量搬动重物，数我最强，最强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长得像大象，大象大大钩子充满了力量，搬动重物，数我最强，最强。石头石头大大石头，重重重重我搬不动，嘿呦嘿呦费尽力气，哎呀哎呀该怎么办？嘿嘿，瞧好了，请别担心，我有力气，力气咔咔咔咔，鼻子神奇，升起，轻轻松松向上吊起，吊起搬走石头，
完全没问题。大吊车太酷了，谢谢你大力士吊车。别客气，祝你们交友愉快哦。再见。你喜欢棕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，超级大吊车，神奇的搅拌车。哥哥，我们的秘密基地快建好了吗？就剩下一半了，开心虎再来点水泥。好嘞。糟糕，水泥没有了。这下可怎么办呀，就差一点了。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帮忙吧。嘿嘿，你们好，我是水泥搅拌车，我会变魔术哦。真的吗？我想要一个超级大蛋糕，你会变吗？这个嘛，不行。那你可以变出水泥吗？嘿嘿，这个没问题。我是水泥搅拌车，大轮子大滚筒，大大的轮子行驶稳，圆圆的滚筒不怕沉，咕噜咕噜转起来。超级水泥搅拌车会魔术好神奇，硬硬的沙土装进去，软软的水泥变出来。超级水泥搅拌车变变变，沙土沙土别慌张，水流陪你来冲凉，山野山野刷刷香，转动滚筒搬呀搬，沙土水流手拉手，一起来跳蹦恰恰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水泥水泥就出现，建成奇迹的时刻。水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沙土沙土别慌张，水流陪你来冲凉，山野山野刷刷香，转动滚筒搬呀搬，沙土水流手拉手，一起来跳蹦恰恰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水泥水泥就出现，建成奇迹的时刻。成功了。哇，好多水泥呀、神奇水泥搅拌车能把沙土变水泥，好神奇啊。滚筒有魔力，盖房修路需要你，需要你。哇，你是最棒的魔术师。那当然，嘿嘿，超级水泥搅拌车，谢谢你。你喜欢银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，超级水泥搅拌车。准时的公交车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该工作了。哥哥怎么了？好吵呀！是超级汽车球，快跟我来。你们好，我是超级公交车。你好呀，超级公交车。你为什么起得这么早？因为我要开始工作了。每天早上天没亮，我就会起床，动动我的大车轮，一切都正常。好棒！亮起我的数字灯，关闭前后门，公交车准时出发，欢迎乘坐868，超级公交车出发。下一站贝勒小镇，上班上学去，需要公交车，一个一个好滚，不慌也不忙，方便快捷又安全，我们都习惯。公交车准时到达，上车请刷卡。
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乘客乘客请坐好，坐好，扶手扶手摇篮篮，上车下车都别急，别急，安全快速准时到，准时到。公交公交你真好，每天每天起得早，绿色出行很环保，你对我们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谢谢你，超级公交车，再见，再见。乘客们请坐好，下一站是贝伦医院。你喜欢黄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